我这是直接加热的，软烂脱骨。 看这小肉嗷嗷进去了，酱香味了，嗯，比自己做的烂乎多了，里边还给配了辣椒油，可以自己撒在上面吃，嗯。 这个是69.9给发2只啊，都是这种整只的大肘子，嗷嗷香。看看这肉质，来口片。 一点都不腻人，再来一个。嗯，火鸡面酱，配点啥都好吃，拌个爆辣火鸡面呢，配个包子呀、饺子都可以啊。19.9发2条，先来一口火鸡面。 好吃，大正脚，比我脸还大。